不是大哥说你，娃娃还得自己带。别老是撇给你婶子，你婶子那儿条件太差了。哦，接着呀，咋还让大哥喂到你嘴里呀？ 说点啥嘛！谢谢，大哥。哎，坐上吃吧。 狐狸，来吃肉。不饿。哎呦，别在那渗着了，这屋子里只有你最馋。哦，来，看这肉多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个事儿啊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妈做的手抓肉最地道。可惜啊，你是杀了人跑出来的，这么多年不敢回去，连味道都闻不到了吧？